我最烦别人说我长得丑。你长得确实丑。半半错，误渣渣是非多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张牙硬刺儿把酒喝。我本意无心耍大刀啊，可谁把了我的水杨柳。按上次鞋匠的分析，基本上可以断定西门藏海所为，要不给他扣个罪名，抓来严刑逼问。你根本就不长脑子。这个西门藏海武功深不可测，他的背景又没弄清楚，不可贸然行事。那您的意思是想个办法让他主动坦白交代。下官明白，我想个办法争取让他主动说出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哎呀，到什么时候还得是姐夫对吧？是，我要不是发现的及时咱就废了。不是奔山东东营去的那船头啊，那方向是奔东营国去的。姐夫，哎，我没明白，这曹公公要送咱去东营国干啥呀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差气儿了！哎，你没听传人说吗？要把咱们交给东营使者。哎呀，照这么说，曹公公跟东营人有来往。不对，他不是抗倭吗？那这么说这问题就严重了，咱们抓紧了给西门大侠写封信，让他帮着分析分析。走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我这脚疼啊姐夫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爬着走吧。菜到了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生鱼片。您确定生着吃吗？你慢用。店家，哎，您吩咐。你知不知道，西门昌海这个人，
那谁不知道？武林盟主总到我饭店吃饭，我认识他，我知道。他住在什么地方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给他们门派送过菜。你出去吧。好嘞，你慢用。启禀公公，北派三婶来了。嗯，请进。王公公，北派三婶，请坐。你下去吧。是。王公公，给曹公公写的传记我写好了，您过目。好啊。哼，还挺详细呀。主要是曹公公配合的好，我采访他的时候，他老人家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我想要的信息都得到了。我会在曹公公面前多美言你几句。谢王公公。这回找你过来还有一件事儿。公公请吩咐。我想让你给另外一个人写本书。谁呀？二师兄啊，你把你的案情收一收。啥味儿啊？哎，虽然说我这脚的味儿有点大，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你们起到一定作用。上次王公公一来，我鞋一脱啊，寻跑了，直到现在不敢回来。我这步一散，方圆百里生灵涂炭。哎，哎呀，你说曹操，王公公就到啊。嗯，王公公，您怎么来了？之前来呀都是公事儿，今天来呢是私事儿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叫北派三婶。北派？难道是新成立的门派？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？北派三婶呢是我的雅号，我呢是一个写手。啊，那北派三婶和南派三大爷是什么关系？大侠，我劝你还是好好习武吧，对待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呢就别问，问了呢你也听不懂。二位少侠，不瞒你说，曹公公特别仰慕西门大侠的为人，安排我跟北派三婶过来给他写一本传记。哎呀，这好事儿啊。哎，顺便能不能把我们也写进去？王公公，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我是奉了曹公公的命令，想送您一份大礼。啊？阅历，我岁数大了。大侠，你可别瞧不起我，我是有故事的。我岁数可挺大了。年龄大怎么了？有故事啊。那什么，王公公能不能俺俩单独聊聊？你先回避一下。哎呀，西门大侠，你是误会了吧？嗯，这是曹公公特意请来，想给你写本传记。京城第一传记作家叫北派三婶儿。三婶儿，给我写书啊？对呀。是不是得需要银子？嗯，不需要钱，钱的问题曹公公解决。就是想把您的一生都记录下来，让您流芳千古，永垂不朽啊。想把我写死了？你，大侠。那个可能用词不当，意思就是要专访您。哦，要采访我。嗯。
哦，不采吗？哎呀，那请问大侠，您是从多大年龄开始习武的？我大概可能六七岁就开始玩刀了。哎呀，那您还是个童子功啊。我还童子身呢。大侠真是幽默呀。啊，既然您提到了刀法，那请问大侠您擅长什么刀法？您俩谁采访的？啊，三婶。哦，大侠，请问您擅长的是什么刀法？您俩是一个问题。砍、片、剁、砸。哦，大侠，您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刀法。活怎么样？好啊。这是啥刀法呀？这还真叫刀工？您擅长的不是雀刀吗？咋改菜刀了？不都是刀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你是西门大侠呀。我西门大厨咋的？你师出何门啊？关东第一厨是我的师傅。你师傅就教你五十菜刀啊？你管我干啥？你给我展示一下西门大侠的刀法好不好？这就是西门大侠的刀法呀。哪个是西门大侠的刀法呀？就这一下呀？这叫关刀。这谁不会呀？哪个厨师不会呀？这说话咋这么损呢？你是来采访的，是来找打仗的呀？行了，我问你点别的。听说你这些年一直单身吗？你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呢？我不想找。是因为没人看得上你吧？也有我看不上你的时候。你这算是自我安慰吧？我不想成家，有错误吗？王公公也没成了，你是不是也没有？是的，西门大侠呀，做事儿是有自己的风格，说啥我们就要记啥，啊？嗯，确实是。请问你以后想走哪个方向？玩刀。就是当厨子呗。我爱当啥当啥，不归你管。你说你叫啥西门大侠呀？太多余了。你给我改个名儿，你叫西门菜刀呗。菜刀咋的？我劝你退出江湖吧，好不好？江湖不能没有我。你太丢人了。你到底想干啥？我就想看看你的刀法，你就展示一下呗。我就不让你看。哎，我就不展示。你是不是不会呀？哎，我就不会，我会也不给你展示啊。你不会你叫啥西门大侠呀？我就叫西门大侠行不？这是谁呀？那个西门大侠，今天的专访我认为采访得非常非常好。师兄，师父接受采访呢，我估计啊，师父又要扬名了。我告诉你，这辈子都没人看得上你。出去，我不接受采访。不管出去。这接受吗？这出去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什么西门大侠呀？啊，问几句话就急眼，一点大侠风度都没有。关键你问那玩意儿，我都想揍你了。这不是我怪我的风格吗？读者就是喜欢犀利的。你问出来有用的东西了吗？哎呀，这不有这帮徒弟的吗？问他们。那采访采访你吧，行吗？那个王公公，三大爷，不是三婶啊，那个他呢是新来的，另外口齿啊不太伶俐。我那口齿特别伶俐，坐地户，问我就行。白公公，不是，这是什么公公？王公公。对，王公公，啊，我师傅的脸皮薄，我是他徒弟，我叫赵德柱，你可以叫我，加勒比的柱，啊，都这么称呼我。我的人性格跟他极大反差，我比较外放一些，有什么事儿呢就问我。那我可问了，西门大侠平时都在门派待着吗？几乎是在门派待着，偶尔呢也会出去助人为乐，做点好事。做点好事？做什么事儿啊？
比如说这个婚丧嫁娶啊，红白喜事啊，婆媳之间闹矛盾啦，夫妻之间打架啦，他都解决啊。对，还有这个王奶奶家猪丢了，他帮去找过猪，还帮王寡妇家挑过水呀、啊，这些事儿他都做过。哎，这哪是西门大侠呀？这不就西村大爷吗？你是西村太奶，跟谁说话呢？你管谁叫太奶呢？怎么说我师傅呢？还西村大爷？你这不就是西村大爷吗？这西村大爷这啥呀？那请问，本月初三，大侠在哪里呀？初三，初四行不行？初四我知道，初三去哪儿我不太清楚。那我再问你，西门大侠对倭寇，倭寇？哎，我最恨那玩意儿，我见我杀一个。你消消气儿，我只是随意问一问呗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情绪有点失控了啊，失控，对不起。哎，您脾气这么暴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小时候就是。我研究过很多名人传记，一般性格暴躁的人都有个不幸的童年，比如柯镇恶、梅振东，还有灭绝师太，他们都有童年阴影。你的童年幸福吗？我没有童年。你是在躲避什么吗？我也没有躲避。是因为父母不爱你吗？我也没有父母。我是孤儿。你是从小被遗弃了吗？我从哪来的？我是他。是因为你长得丑吗？我最烦别人说我长得丑。就是因为长得丑，对吧？记下来。应该遗弃你，你长得确实丑。累了困了，喝东鹏特饮，补充能量，相貌武林。东鹏特饮邀您继续收看《雀刀门传奇》。哎，大师兄回来了，你在那干嘛呢？来客人了，王公公领了一个北派的女孩，说要给师傅写传记。现在二师兄接受采访。滚！少侠息怒啊！滚！三婶啊，你可真是语如惊人死不休啊！我写传记吗？你老在这问啥呀？我不也是有个好奇的心吗？那下把你问吧。这咋干起来了？你这师弟呀、啊，脾气比脚都臭，沾火就着。还是踩你吧。踩我？公公。请喝茶。西门长海的徒弟当中，你排老几呀？我排老大，我是大师兄，也可以说是雀刀门未来的掌门人。所以说，你想了解我师父，就问我，我啥都知道。你师父平时除了教你们习武，没有别的什么爱好吗？有。我师父爱好很广泛，你看啊，攀攀炕，下大将，处对象，这都是爱好吧。那你师父有没有经常交往的江湖朋友啊？有，李寡妇、王婆、孤独派的掌门人公孙绿荣，哎，还有李四熟食店的老板娘。你师父不教男的吗？高大毛啊，范神医啊。高大毛啊？你师父拿高大毛当朋友有点意思、啊、那你师父有没有仇家呀？哎呀，我师父这人你不知道，经常告诉我们说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他哪有啥仇家呀？就是这儿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
西门昌喊出来受死。你抄着棒我干啥呀？这是谁是西门昌喊？请问阁下，我的徒儿龟田一郎因你而死。今天我让你们所有的人为他陪葬。你可能存在误会，西门大侠，你可以用分身术干他。少废话，反正你们都得死。妈，你要先跟我过招，必须过我徒弟这关。这是啥？好像心脏病犯了。回禀公公，据下官了解，西门长海这个人非常不着调，也不像大侠的样子，似乎也没有武功。仇家来的时候差点把命丢了。你呀，不要总被这些表象所蒙蔽。是是，真正的高手都懂得韬光养晦。你说他不会武功，那长白山论剑上分身术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公公，下官有个大胆的猜想。说。有没有可能西门长海有个双胞胎的兄弟？你拿他当我这俩球呢？长得一模一样啊？啊？你长没长点脑子呀？办事不利，用这么一个荒谬的理由来敷衍我。公公息怒，公公息怒。再给下官一次机会，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算了吧。我不想在你身上再浪费时间了，哼！这次我要亲自会一会这个西门长海。